我天生是单眼皮，我身高只有1.62米。您这万里刘宇又来做客惠顾专访啦。时代宝贝，刘宇怎么一点都没黑？黑呀、啊，又来答案之书了，来吧。哇，他订的外卖是我一个月敢吃一次的外卖，也不见他脸红、啊。世界上最好吃的甜品全部给我摆一排。你要吃什么？梨子味儿还是鼻屎味儿、啊？肯定是你不会害我，就不会下毒了。哇，这都蛮难的，对面的人肯定会很强硬的态度来回怼我。如果不爱，请别上来。惠顾迎春湾里刘宇专访即将上线，敬请期待。喂，起了没？